猫，猫，足球，足球，眼睛，眼睛，旅游，旅游，运动，运动。椅子，椅子，九月去北京旅游最好。王芳要学习英语。我要吃米饭。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小王要去，我不想去。你要吃米饭吗？我不想吃米饭。大卫的汉语最好。我最喜欢吃米饭。他的眼睛最漂亮。车上有几个人？我想买几本书。我们要不要买几个新的椅子？双音节词语的重音。Stress in disyllabic words. 一，中重格式。One, medium stressed plus stressed structure. 冰箱，帮忙，打扰，高兴，旅游。可能，开始，考试。二，重轻格式。Two, stressed plus light structure. 东西，窗户，萝卜，石头，枕头。你们告诉故事。